第二首歌它叫《心灵幽客之歌》啊、哦，这首歌是我写的啊、哦，它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学乌克丽丽啊。哦在描述说，其实啊，他前面是在描述说啊，哎，其实我当初写这首歌，因为我的名字就叫徐清风，好、啊，吹起了一曲微风，就是哎，我这个徐清风来到我们奇美地区了。